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文评论道》。今天我们为您挑选的棋局呢是，TWT 中国网络围棋锦标赛半决赛。是对阵的双方呢，分别是芈昱婷九段和连笑九段。两位都是现在中国非常顶尖的棋手，对，刘老师。连笑，这名人的连续两届都是冠军，对对保对，持者，名人保持者。那么芈昱婷也不错，她已经那是个。世界冠军了。对，两个人这个最近下了盘棋啊，这个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介绍盘对，棋，好吧？是这个半决赛呢是慢棋，大家不要以为是快棋，因为现在快棋还比较多。对，这个比赛也是高额奖金的啊。对，是由芈昱婷执黑先行的。好，那么芈昱婷黑棋，对，然后，哎，最近这个形状出现的很多啊，这种布 局。老是这么下是对，吧？这个二连星对这个，但是下面的棋最近都是模仿的很厉害。点三三。最近啊，点三三不是过去的分头了，过去都是分头，现在点三三这个特别流行。那么挡这个，这最近出现的频率比较高的，飞一个，他就顶了。顶了，现在好。好像都是顶了班了，都不是单拖的了。对，反正电脑上是单拖的。哦。现在走这个呢，如果搬这个呢，又是一个定式，搬了挡了连搬，这个是一个定式的继续。现在呢，他走得更狠，他也没走这个搬的连搬，走那个定式也没挂，他是又点三三。这个点三三真的是流行啊。这个芈昱婷啊，都是其实是受那个电脑啊。AI 的影响，影响了。是的，这个以前像这么空旷的地方啊，点三三都觉得不太好，因为没有力量。这个你把点完三三之后，给人家后势，你没法处理他的后势，觉得太早不好。也这个一般都是两边有子点三三都是这么个理论，对，越是厚的多子多了可以点。因为你子多打不过人家，干脆点三三比较安全。现在呵，直接就三三，这个都这个厉害。但是这个棋啊，你要有力量，才行。这两位棋手，芈昱婷和连笑，都是以力量著称的，这个力后大面，无比。但是他比那个你这 master 啊，比这个 AlphaGo 还是力量啊，不如。因那就为不是力量的事儿了，我觉得对，已经，整体不行。对，整体就不因为如他人们家，是下不厉害，过。所以呢，完全模仿啊，我倒觉得也不可不，取，完确全实。模仿的话，有可能你后续的跟不上，有对，可能。是的，关键在于后面我们不知道怎么进行。后面，除非你后面特别强，力量做后盾。现在它是拖的，白白棋棋长。长一个，这个是比较普通的，多数是顶完爬。现在它是单走这个，它又长。长一个，好，这白棋长两个，那现在等于什么？现在如果你这样，那等于是这个棋你多马上就爬了一个。对。过去都是这样的棋，或者走这个，他直接走。这跑等于多来一个，当然这两个没有交换了，对，没有是交的，换。其实这两个我觉得就是白棋，你爬的二路这么早爬，应该是白棋便宜的棋，喜欢白棋的多，一开始的应时该候是是这样，因为你这个太早的二路交换，过去的理论都是三路交换啊，都就是说多的话都不乐意。你更何况二路了，对，哎，现在的情况呢是这两下白棋没有走，对，但我觉得没有走的话，白棋还是有赚的，因为如果你走掉的，现在都喜欢，比如说这走一个，或者这一带走一个，然后这时候就点了。对，但是如果这两下没交换，他就没法点你了，点了你挡住这有班呢，有这利就有不弊一样啊，了。有利有对，弊，如果说黑棋顶掉呢，那就不一样了，这普通，白棋在这儿之后，这个点起来就跟刚才这个点是有差别这个的，都很微有妙的区别。棋。这个地方是比较微细微妙，他不走他这都下，不走，他反正实战是他没走，是他是的，走的这个中间分头，对，星位他下这的比个较我远，觉得方向是大致差不多，是，这分头是对，反正你要挂呢他会加工，所以分头对的，他走这面往这面比一个对的，是，这个他还走这个，这个普通是这个对不对？这普通是这个，而这个呢棋啊。是在那个棋谱上有的，在就 Master 吗？还哎，是对，Zero？有过去不是60盘局里有那的，就是 Master。哎，有的，这个棋是也是现在是模仿的，是流行色。现在呢，白棋是走的这个，对，它顶走的掉了。顶掉，
立，立一个，哎，如果你要走别的，比如说走这个走这个，他再跳一个有点难受，跳一个，哎，所以呢，他先拆的，先拆这个，然后黑棋点的时候他再立，立一个，如果你要断，他会跳这个，对，你要这一冲他一挡，这麻烦，局部要死了。对，你要走这个，他一粘，你不知道补哪儿，你左眼不这有点难受。对，那白棋外面走一个，哎，对，过来。所以这个棋呢，它是挡的。要从这个角度来说，这个形状啊，因为你爬的多，我这儿有四颗子，应该是我是喜欢白棋，我是喜欢白，觉得作战还是白棋，就算我粘上，我都愿意下白棋。总觉得白棋有利，是吧？哎，你这个棋有点爬的多了。先走这个，他这个狠，这个狠，这个棋作战呢，它是可行。你要走这个，他会走这个，你一长他能断，那么扳断呢，他也不怕。所以呢，你顶这个，是吧？他能扳这个，总之这个作战没事儿。你要是打这个的，他粘上没有问题。你走这个，他打了粘上就即可了。是的，对，这样是白棋作战没问题。所以他连扳的时候呢，白棋黑棋不能从这儿，他从这儿打了。采用弃子，弃子是吧？这走到外面，我觉得还是正道吧。怎么说？如果说这样，这作战太勉强了，看着就那样拽出来的话太勉强。对，这个棋它是白棋就打掉了，打掉对。然后呢，它是这么吃。他这个吃的位置也挺有意思的。我吃这个，对、吃这个，他可能他是不是还担心这个？他担心人家接上了，有可能担心这个。那是不是就接在外面算了？他就还担心这个？那就排斥一下。对，这个也很大。我觉得这下是不是先打掉？对，这都是就有点纠结这。直接都弃子啊，全部弃子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我肯定算了。也可能哎，对这个棋也挺好。这个棋也是可行。如果你粘着，也许他拐过算了。对，我就在想他是不是会拐过，然后拐过之后，看是不是在这一带怎么走一个，走一个吧，反正是走一个，瞄着这个断。断。待会儿我再从这儿过来，反正我逼你粘回去就行。这，但是我觉得白棋捞的也很舒服。我还是喜欢白棋。这样的话，我也喜欢白棋。现在他是走的这个吃，他吃的这个位置，走这个很有意思。走这个，白棋来了一个冲一个，他给你多一个断点，他总是要给他留点断头。这个时候让你补一个，让你补一个，我选一个断。对，你大概补这个，我都断这个。对对。你正常的想法好像一般是粘在这儿比较多一点。对对对。现在这个棋黑棋是虎的，但是黑棋的下法这很有意思，他虎一个，他粘这个觉得断一个也没什么，他觉得不舒服，不舒服，打吃粘上，这个棋你要断了之后，以后一个点，对，很讨厌，对，所以这个棋它是虎的这个，但是这个断一个，长一个这个，他也很有意思，他这下也不打，他留着，慢慢来。总之这样的话，应该是白棋作战还是可行。您觉得白棋作战可行？白棋好，因为这个，总之来说，你前面爬完了之后，让它藏在这儿，它的外面的作用啊，比你的大，比这个大。所以我认为这个定式啊，不是说不要轻易的模仿。对，这个模仿我认为有点过。像是白棋有利的，对，这个这么早点一个三三，你要分场合，这点三三不是说绝对好，不见得绝对好，对，然后黑棋靠这个，靠出来，他这个点是又先手，对吧？点一下，对，这个棋呢，你点完之后，这个还有各种的味道冲断，现在白棋就是怎么处置这个了。是吧？这一带的攻防呢，就看是，反正作为白棋这一方，我觉得怎么也是进攻这一方吧。对，就看是怎么攻击黑棋这块棋。你是想围底下的空呢，把它赶出去呢，还是怎么样？这是怎么个操作法？这是个问题，就是。这个棋有点那个什么了，他是走的这个小尖这个。小尖呢，就其实这个是比较普通的，普普通通。他走的非常普通的，
对，狠一点呢，你可能也可能都这么都敢了，这狠的，是的，是吧？嗯，他是比较非常普普通通，就给你了。嗯，黑棋呢就在底下要求谋活。对，嗯，搬一个，搬一个，长，对，还立下去。这立下去粘一个也是比较普通。按理说正常的想法应该是在这儿。粘一个，我觉得粘一个是可以下的，嗯，也可以下。粘一个，你总不能这个可能受不了吧？嗯，这可能受不了是吧？是，可能受不了这个吧？哪怕我就跳你，你也受不了。我觉得这活得太苦了。这可能受不了，对吧？你大概是这个，我就把这个吃掉。嗯，也不小。就让他放出去，哎，这个棋斜跑着呢，哎，对，走这个就拆，你走这个，我这个还有个拖，对，哎，这个都不怕，这样呢你就跟着走就行，嗯，把这个先吃掉，嗯，黑的厚，白棋厚，嗯，可下，可下，是的，他走的还细，走立一个，立在这里，嗯，立的，那么我走这个呢，形状还可以吧，现在你要吃这个不一样了，现在他们夹住了。正好加下去了，哎、对对，跟刚才所以不一样街上相比，区别还是挺大的。对对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和刚才应该所以放在这里好。啊、嗯，现在那白棋要跟着走了。嗯，这是要跟着走。然后黑棋小箭走了个俗手，对，他的长是必然的，不能被搬呢。挖一个好，这个是他的提劫。提劫呢？这个时候打吃，他这个劫才用的特别巧妙。哎，正好有这个劫，刚刚好，前面没有打掉。对对对，要不然这角劫财还挺费劲的，去哪儿找个劫财啊？嗯，这挺好。哦，哎，这个地方看似黑棋，他能够把这个连回来，哎，这个能连回来，硬着把这个拽回来，还是不错。看起来还不错。哎，他能拽回来总好的，比如刚才我那个方针粘上他走，把它吃掉还是比较安全的。嗯，又得木又能够让赶出去。现在呢，能硬着给他连回来呢，你白棋封起来也有点难受。哎，对你走这个呢，他还给你冲断了，你也给你弄点你的毛病，给你留点断头。对呀、啊，这个棋其实让你也不舒服。嗯，断一个。这个棋白棋也有不舒服的地方。长一个。对、嗯，黑棋又给你留毛病，然后自己做活。它这个底下呢，局部它是不能进活的。它这怎么进活呀、啊？活不 了。如果走这个，它一粒死了，啊、是吧？哎，除非你走别的，你立这个。除非是立这个，立一个，立这个呢？小飞吗？嗯，对。但是这个七步，他这个小飞他粘上能活。哦。立一个倒是有可能啊，有可能是。但是这外面是不是比较惨了？都被人家抓一下，你这是粘还是不粘呢？也有这个问题。对，如果粘上的话，这个恐怕是活不了了。有这个问题，是有这个。这挖一个就行了。是有这个问题。这个七他也有他的。那个什么，嗯，但这两个被抓了太心疼了，对，所以他肯定不会被抓掉。所以他是，这样的棋，嗯，他搬，黑棋搬一个，挡住，老虎。是这个棋呢，就哇，他就算走这个也是，对他总能连上这个眼是没问题啊。他打这个，但是他变成了个打劫活。是。你现在你走这个，他能点，你没活。嗯。只能打这个结，你就非打成这样再挡是活的，就打这结了。嗯，好，变成这样，打是顺手结。嗯，劈掉。但是白棋也有劫财啊，他搬一个。这个结，这脚不能死吧？这脚死了还有点大。被一搬死了。啊。那不行，这个得挡。这得挡住。这挡。提劫。对。现在白黑棋找劫就有点为难了。对啊，黑棋劫财在哪里？嗯。黑棋的劫财，这外面不能乱动啊，动很有可能就损了。你被人家连下两个，如果你往这儿或者怎么，但是跳是啊，不肯呐、啊，对啊，而影响这头是啊，哎，所以这个棋呢，他也有点那个，他是找这个劫，他、嗯、是要外势，对他有点难受、嗯，但是也只能，可能想想半天也只能如此。这个劫倒是找的对，然后你看他还搬一个，你要提搬一个。长，然后再提劫。对，这个棋白棋倒是有点麻烦了，不知道找什么劫，因为你再粘上它脱先了。嗯，打吃它立了也活的。对，是吧？你这个不能损这个劫，这不能找这个劫。现在这个它不好找劫了。他下了个这个，打吃那个断那个，那个我就只能提了。
对，这个提了，那个节不能看了。这个节一提啊，黑棋不管怎么说啊，这儿他还算活的还算体面了。嗯，活完之后，这个地方还瞄着我的段。嗯，这个地方还有个段的问题。是。这块棋呢，白棋本来是彻底攻黑棋的，现在不一样了。所以这个棋出其无节，白棋就没有别的节啊，找这种节他可能都也不硬了，我估计。对。找哪个节好？如果是找这个节呢？找这个节顺下来哪个好？这个真的很难，判断好难。很难啊。这个、我都有可能找这个节。您觉得这两步比较大一些？因为有这个段的问题。对，这也很有可能，确实，这就是选择和判断问题。对，我找这个节非常困难。你要挡我还有一个劫啊！我是找这个劫，要我可能找这个，他是找这个劫。对，你一提他就尝这个。是的，是的，这个也很大，这非常大，非常大。他尝了一个，尝一个，好，他爬一个，这是必然的，这个要走啊，这不能被拐。这个棋下成这样呢，就成为了一个转换。对，黑棋活透了，然后还顺着这有个段，但是那面的棋啊就已经。完全不行了，因为这个都是残子，而且这儿还有个飞。是，如果你只是，在这儿拆一个的话，那他白棋很高兴了。对，白棋再随便走走别的了，他可能，全局走或者这个断一断之类的。这个白棋高兴，是吧？是的。现在该黑棋怎么处置了？黑棋怎么走？现在，全局来说，应该说白棋仍然也不坏，虽然你活了，是，应该是白棋也不坏。他就把这个断了，来，这个必须得断了它。我觉得它不断的话，整体的形势就不太。现在你走这个断我的话是不行的，为什么？我这一虎，这个有个完了，这完了啊，这全部死进去了，底下太大了，这完了。本来你要这没搬呢，还有一个这个，还有一个这个可以顽强。但是其实这个也复杂化，但是呢，现在你有一个扳，那就更甭想了。这个是我能断就成立了。现在白棋怎么办？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了。对。这个时候白棋，这个连笑啊。这个时候其实他需要考虑的问题，头脑稍微需要动动脑筋了。这个棋如果说他要做活，这底下他单粘一个能做活吗？应该是粘上啊，单粘，我觉得粘上是他的活棋的方向啊，基本上是活了。按理说是应该这样是活了，对，他不管上面走哪个，反正他得把这个子先连上吗？如果你这个是你的先手，对吧？走这个，这有个冲了断，对，其实有个这个，你要当然走这个杀我是没问题，但是我这儿有一个这个，有一个这个，你受不了这个，对。这个不行吧？不是，这个棋，这毛病太多了。这样怎么杀呀？不是这个棋啊，还有什么问题啊？还有人家这个棋呢？对啊，有这个棋。底下打拔。你是立吗？还是爬？立的话，他这个拐还先手。啊。搬了，你要死。是的。这个时候你想他再动手，那你这还能跑了？不，这个棋很麻烦。这小尖还是先手，这先手太多了。他这个加也加的差不多。怎么都不，这个棋他就跳也先手。这个也先手。哦，这个还先手，这个、那就已经不可能能跑得掉，简直是。这个就不行了。是吧？是的。这个比较明显。这比较明显。你这个棋，你补这补哪个？反正我补哪个，这个、另外一边都死了，都是死的。好，我来个俗的，来个狠的，来个俗的，对，反正这已经跑不掉了。对，来个俗的，再长，这跑没跑了，死了是吧？死了。这个棋有多种杀法啊，多种杀法。好，我们来就是摆这个比较通俗的，硬杀不行，硬杀不行，吃不掉。硬不能硬杀，所以呢，这个棋啊，白棋走什么？白棋走了一招啊，我认为有点过分。他是走这个，他打吃，我觉得挺奇怪的。过分啊，有点奇怪。被人家一打，他不知道走什么了。如果走这个，被人一粘，他是不是看错了？他以为他可以提过去，然后发现人家可以打下去啊。是啊，是这意思吗？是，这个劫不，这个劫有问题的。
这个白棋不敢贸然，不能贸然这样下。对，贸然这么下的话，这块棋真的不活。对，当打的时候啊，他肯定是看错了，又粘一个，我就不明白了。我之前我还就看这盘棋，看到对有问题，看到这儿的时候，我以为是快棋，我在想是不是他打上去了，突然发现不对，然后赶紧回头了。这个然后就看了半天，他们说是慢棋，这棋连校看错了啊，应该是看错了这。然后这个棋黑棋，黑棋走这，对。我飞在外面，飞在外面就是刚才我们摆那个图啊，走这个不一。他是，对他走这个。刚才这说这个这地方有一个这个棋，所以防了一下这个。但是他防在这儿呢，当然现在的情况看起来是应该防在这儿，如果防在这儿可能会更厚实，更厚实啊，跟后面有关系。但是这有点事后诸葛亮。对，好，因为我是看过后面的棋谱，所以才这么说的。第一感是这儿，对，第一感这儿。正常的话，这个棋就奇怪，他走这个。对啊。因为一沾这个被对棋啊，这个眼位没了。走这个，那你要这样的棋，你这个不就好了吗？对啊，这个不就活了吗？这白亏好多目。对，他走这个，然后这连校下的很有妙啊，他走这个，尝一个，吃这个，然后再提一下。对，这个粘住，这个是他先手，对吧？走这个，再提，他是立，不能被打。对，走这个，下成这样之后啊，他这个先交换掉，对，冲吃掉，交换掉是，然后再补回去，这跟刚才弯一个单补的这个结果比起来差好多目。对啊，这个是板四活了，但是活得好辛苦，是啊，活得好辛苦。这一代象四白棋啊，有点亏，但实际上啊，这个棋这个局面并不见得就对，局面并不差。现在该黑棋，黑棋呢也有很散落的东西。是，那比如说这儿有断，这个地方没法，这儿有飞，对吧？这三个，这个呢，因为有了这个打，这个拐先手，这一般死了。对，你再走这样，其实这个棋呢，它再往走走也能那个什么，这个该黑棋下，黑棋要把这个走呢，可能我觉得这么吃，他走的这个。啊，我怎么觉得这个棋现在黑棋这个地方可能还不是最主要的？你想拆一个吗？还是走哪儿啊？现在黑棋的下法真的是很多，很多，这个时候就比较难以选择，比较难选择了，因为你这一代的有个先手的问题啊，这个以后还有长的问题，甚至说你搬一下，先看一看也有可能。搬一个，先看看也有可能。应该会挡吧？这不能不挡吧？被您搬进来，这受了吗？这一类的走走，那你就比如说拆一拆也很大。对，走一个确实很大。很大，拆一拆很大。你这个就能够这样了。这拆一个本身很大，这以后呢，这个种种的利用啊，你可以，虚的瞄着走走都是有利用。您觉得这里如果说白棋拐了拆出来，您就从上面过来，上面过来也行，是吗？他是直接就要吃，但是这个我怎么觉得还没吃着啊？就算这样，这个不是也有一些利用，所以我觉得这招棋可能有点早。我应该先走这一代，应该走那一代。这边比较大。他实战是走的这个，这招那面大。这棋呢，一般我们开局的时候都是提倡就下在宽广的地方，这条边显然现在是最宽广的地方。对。但是他们的这个概念呢，好像理论就是我把能收的目先收到，对了，然后宽广的地方再跟你争夺。所以这个往那边搬一个走着过来，你即使拆，我再即使往上面走啊，你拆我可能就在中央走了。我因为有了这招棋啊，我这个掉一个是很大的。对。这个应该这么下。现在他是走的这个棋的那面该白棋下了，白棋飞下来巨大。对，因为你现在啊，你再走这个被他扳住了，你走这个呢，他有可能就这样了，真的要吃你了。是的。这个棋就里面扳了，他就挡住。这个棋啊，就累了。扳一个也没什么用。辛苦，这样辛苦。走完了。非常辛苦，他可能也可能这样。很辛苦了。非常辛苦，所以这个变得很大。那么白棋飞一个。对，飞下来了。黑棋
这个棋呢，他这儿多了一手棋呢，他这个棋用强，他飞了，这两个交换完了之后再来动手，他走什么呢？他压过来，压过来，这个地方用强了，白棋扳住，嗯，他白棋不肯走这个啊，嗯，他走这个，对，他走了这个之后扳，他压完了之后呢，这一带他这个黑棋啊，芈月挺，他打算究竟打算怎么动手啊？这个地方是关键，然后在这里要。他想下成什么样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。我们先休息一下，给大家留点悬念吧。好的，一会儿见。待会儿见。好，欢迎回来。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棋局呢是 TWT 中国围棋锦标赛的半决赛，由芈月挺执黑对阵连笑。刚才呢和刘老师为大家讲解到这儿，就黑棋刚刚压了一个，然后白棋扳住。这个势必白棋是要跟他针锋相对的，这绝对不肯这样缩回去的，一定要扳住头。这个扳住呢，黑棋就想在这儿找到个便宜，他是断一个给你生点儿事儿，生事儿。白棋长，长了一个，对，他就然后你看他不也不补了话，被他那边吃死没啥意思。所以呢，他觉得这么要给你这么干，他要贴下去啊，这个比较狠，够狠。他是先顶一个，对，顶一个，接着对。他给你生事儿，他就是说想给你收气，对，哎，搬的就猴。现在白棋上面是四口气铺，一二三四，四口气。那边你要说啊，我这么，当然是你要这么来，爬一个，对，顶着，对，这个当然是有可能是你气场，对吧？对，哎，但是呢，但是白、这个、外面都收紧了，对了，收紧，你只能回去，对，然后我再吃这个，这全收掉了，对，这个白棋太心疼了，他等于这样把这个都吃通了，对对对，然后他再走别的，他希望这样，可能是希望这样，如果能下成这样太高兴了，这样，哎，他让棋子把这先吃通，那是黑棋希望的，但现在呢，到这个时候啊，该白棋下啊，是的，白棋呢，他走什么？他走这个，断一个，这个地方是个关键的地方。这个看起来好像白棋没什么招，只有收气。对，然后他跳在这儿。对，如果继续收呢，现在还挺麻烦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他也不一定收得住。如果你长这个，嗯，他这个棋有能扑进来。对，这个争不掉，是吧？这扑可是紧一口气的。紧完一口气，你底下都杀不赢人家了。我走这个也行，杀不赢双也行，都行。对，这一二三棋，对你这个。拽不住，这个就麻烦了，已经杀不赢了，打了他长这个，嗯，争不掉，是吧？这争不掉吧，黑棋，这儿也抓不住，嗯，而且你走这个的话，他有可能直接就紧气了，对，你那个又争来不及了，都争不掉了，反正这横竖都是差一气，对了，啊，怎么这门呢也堵不住了，你堵的话，他一挤就差一气了，所以呢，这个棋啊。当，就这样的棋，这个时候断，他一跳，这个时候也不能随便长，他走什么？这个时候是个非常的关键时刻，他走的还特别有意思啊。白棋断了一个，他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黑棋要拐在这儿补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对，这是次序是现在这搬的啊，现在搬完他断，然后他跳，他搬了一个，对，是吧？这个时候呢，通常断呢，你是要吃的，对不对？要吃的。那么我再来一下，是吧？然后他只能吃。然后呢，他有一个这个棋，对，他有这个棋。如果这样，你看这两个，因为有他，这里有个吃，棋经吃，这里有个吃，啊，他又通了。对。那通了，这棋就黑棋麻烦了。对。这没法看了，简直是。这个这样的棋一通的话。他这儿吃通了，那面自然就也麻烦了，你这个也死了，因为你这一压，他这一靠，你那面也死了，他吃通即可。那么这个棋呢，下到这个时候断的时候啊，他也不敢再吃了，他因为这儿有冲啊，成了一个转换了。没错，这觉得挺神奇的，怎么是他没想到这样？当初要早知道拐，是因为现在这个一断。把这个棋经给吃了，他就白棋这门不走了，他不能吃这个，他只能铺一个，这个、现在紧棋，铺一个，把这边吃了。但是呢，这么一铺啊，白棋冲啊，
这一打给黑棋弄的这个形状不舒服，白棋这个吃通了，对，这个吃通虽然说本来拐你这个子啊效率低了，所以说当初这两个交换不交换当然好，您觉得还是不如再我觉得这招棋应该拆这个很大，这招棋呢变得作用少了，被他这打一个那个形状稍微差一点，但是这个中间呢不管怎么说黑棋把你吃了，对，这个棋呢，但是吃了之后呢这个地方还有各种收气的问题啊，所以他贴这个，对，现在你走这个没啥意义，他冲着这招气长，这个死的没啥意义了，没错，就是这么回事。这形成转换，就是黑棋把这个吃通了，把这块空破了。对。但是那边呢，白棋把棋筋也吃掉了。是。这是一个大转换呀。白棋。然后白棋走这个现在非常巨大的地方。白棋现在呢，这成了一个转换。这个棋筋虽然给了黑棋，但是呢，他落得先手这儿吃通之后呢，他转向这面了。白棋关键是抢到这招棋非常大。对。然后搬一个。黑棋这走出来一个这个丁士，然后呢他拆了一个，拆在这三位，这是有谱的，这个棋黑棋这个位置还是不错，对，要这样应该说是啊，白棋再转到那面，快速的转到那面，中间的看小了，现在该黑棋搬一个爬一个，不，他先啊，这对爬一个，他是长的是，然后白棋搬这个是很有意思啊。搬这个。他现在如果说断的话，他是不是要直接把这个先手就是走掉？对，他随时是有这个。这两个棋筋一旦吃通，你这个搬就成后手了。这个是先手是吧？这个先手，那我就从外面一点就把它杀了就完了。那他就要这样了。多么简单明了。那现在是搬的时候，他先搬这个。对，他又要求你。那当然，这个算成是黑棋。就算是你的。算是黑的。你现在当然回家有走这个你是活了，但是你这架不住他把他这个给吃掉，这外面两个子太巨大了，这个他不肯，他不肯这样，是的，他不愿意这样把这个吃了，他不愿意，是的，而且白棋是不是可以沾上是先手吃吗？先手哦，如果能先手吃是不是更好那这样先手吃不管你走哪个吧，我这还有几，我这能够爬回来，长一个爬一个，对，你吃这个我这再贴回来是吧，你走这个我再贴，那也更好是吧，对，这也更好，所以不行，他这个不愿意这样下，对，黑棋把这个再吃掉，对，断打只能断，因为走别的话这儿有个冲了打，对，只能断，就外面两个子会掉，然后白棋再回，这个狠在这儿，这招棋好，这招棋一走一成功啊，这个棋啊使得黑棋这个地方前功尽弃了，你走这个的话，他这两下先手先手是你没办法，你只能长气，对了，跟上面杀人家这儿还有三气呢，这两下是命令型，对他走这个就无法抵挡，把这个就吃了，是的，好，那么这个棋当飞的时候把这个吃掉的时候看黑棋怎么办，黑棋靠上去，对，靠这个了吧，靠上面啊，他靠上面，他靠上面的，如果你尝这个他可能是这样，有可能是这样或者这样是吧，你再走这个或者走什么啊，他再来这个要中央，这个大是吧，这个中央如果都给黑棋的话有点巨大，还是可观，看着还是可观，是啊，这样的话如果中间都能围起来，黑棋的目数应该是可以领先的，对，你这个棋如果这样，他这个还有这样，这个打继续追击你，对，那么他是要这个上面要这个搬下去，对了，哦，粘上，粘上，他是啊，对，是这样，他如果说长的话他是不是还要，他可能就搬了吧，他比刚才那个好一点是吧，他觉得可以了，也许这样，可能搬这个，他是要立下来，但是这个棋被他这个要上面也，他这个棋只要活即可，中间还有点利用，中间有利用，是吧？对。那么这个棋，黑棋得寻找点头绪啊，他粘上了，他先。粘上，然后白棋把这两下冲掉。
对，吃的还是挺干净的，我觉得这个是刚才这个，基本上但是呢，这个棋黑棋立下来，这个木啊，白棋会少一些，但是呢，他把这个吃干净，他把这个并住，并住啊，点一个。把这个算吃着了、嗯、吃着了，虽然是吃着了，但是以后有利用，比如说这个是先手，对吧？对，然后他点一个，他会粘上先手，粘上是吧、嗯、他就搬一个，但这个地方他有一个断，冲断，冲断、嗯、好，冲断的话有个什么问题啊，他这儿有个靠一个，哦，单靠，哎、哦、靠一个有点什么问题吧，确实靠一个，靠一个怎么办？对，你如果走这个，他一个这一挖吃，这棋进不通了，你不能把这边弃了吧？对，他有这个问题。嗯，你吃这儿，这儿要下来，是的，是嗯，哎，所以这个靠一个，他可能不好办。嗯，不太好办，是吧？对，这个靠确实好棋，没看见。靠一个，哎，所以他这冲断也不成立啊，不敢冲断。嗯，这都不行，现在对，暂时黑棋，但是那个吃的相当大，嗯，相当大。那么黑棋走什么？黑棋赶紧去下这个棋，黑棋找不着方向了。对呀、啊，黑棋找不着方向了。他你要是说正常的话，就是在这一带走棋，嗯，不冲断是第一杆，嗯、不冲断那点一点那也行啊。哎，就这一类的走走走一个，哎，差不多。但是这样的话，黑棋的控是不是这个角还是吃的很肥呀、啊？二十多目啊！哎，对，这样差不多。但是他是走的这个，直接要他点想追击一下，追击一下。对，这个在这个地方是他的弱点嘛。嗯。哎，那么这个地方有断，他是想这样的。对，是的。然后白棋啊，这个地方靠了一个。嗯。这是他先手。占的便宜，残子嘛，对，干脆就继续来便宜一下，接上，哎，然后再走这个，压一个，这个棋呢，就是说你再狠一点断呢，我也至少能够征掉你了，是吧？这能征掉，是、哎、断，这防你防一下，然后搬这个，长，哎，这时候再要补断了，嗯，那个棋对虎一个对的，这个棋特别要小心那个断。特别小心要断，他这一虎断，这一连呢，这自然死，是吧？对，那个特别大，而且这个棋，他这一冲你挡不住啊、哦，所以的白黑棋的虎也补，是吧？可不吗？是这样啊？是的，嗯，这个棋他是走在这儿，嗯，然后白棋又虎了他一下，他决心把这些所有的隐患，以后要收气的隐患都去掉。他至少我这一靠，怕人家靠了，然后顶挤一下，不，他就走这个也行，退一个。退一个，这个你要连回来的话，我先手便宜的很多。嗯，所以他走一个，让你去连这个，他也便宜啊。交换一下，以后就搬不、哦、靠不进去了，所以靠这个挺大。嗯，黑棋在这儿飞了一个。嗯，两头走，我觉得这个方向可哪儿有点问题。嗯，他走这个，嗯嗯，然后黑棋、白棋把这个冲过来也很大。是的，冲这个了，因为这个棋你断不了了。嗯，断，现在他要有可能把你这个抠掉转换了，呵呵，不行。对，这个吃掉太大了、嗯，这底下全死了。对，黑棋靠了一个，靠一个好棋。嗯，然后白棋把这个尖回来，他靠完了，他就是想尖了，把这个角整个都给吞下来。对，这个两个人应该间合的、哦。他如果走这个，他会跳这个。是的，嗯，他走这个呢，他就尖一个，尖这个可能还没活。嗯，我他的这一走没活，他走了这个，跳一个被他粘上。白棋走的比较稳当，不大。哎，这地方有打吃嘛，先手，然后白棋走这个。白棋现在挺安全了，就基本上已经联络了。就虽然有个断，但是断了一拐打一冲，这只眼都是很确实的。嗯，对。现在呢，以后这个长一个，嗯，哎，这个如果长，这连效长一个啊，连效它，哎，连效长一个的话、嗯，应该是也很大。为什么呢？走完之后，这有个挤了打吃，这都是，哎，也很难受。对，嗯。所以呢，这个棋。连这个米玉婷啊，他是直接就在这儿，干脆就封杀，就把这个吃掉。嗯、你因为你长的话，这个就死了嘛，就正好贴死了。白棋这之前他交换了一下。哦，这儿打吃了一个。对，打吃了一下。打吃掉了。走掉了。这个打吃掉，然后也不保留，但是这两个交换了，哎，反正是这个也没什么，倒也没什么损的。嗯、对，这个那就变这个变很大。对，不走的话，不走，那只是逃到跳也行，长也行，啊、哦，对吧？
哎，这谜题就点这个也是好棋啊。嗯，点这个也好棋。是。然后挡一个，挡了一个，挡这个不走，这个棋还没活。贴回来，这不走的话，是不是要点进去啊？点这个就。我看好像已经死了吗？点这个，点这死了吗？顶住。顶住，对，走这个。似乎已经活不了了，只能挡。只能挡住。我加一个呗。哦，加这个。哦，这个也不见得死啊，这也不见得死，是吧？嗯。这个棋它就走个简单的，就这个，就这个你都不见得活。这个好像死了，这样。这个不见得活。这样死了。死了哈。嗯。哎，这儿有个加，这儿有扣打。对，然后并回来可以先手点一下。对，这儿和这个。嗯。这都是，这都死了。嗯。好，那就黑棋必须要补一个了。接回来。接这个。但是这个时候啊，米玉婷啊，嗯，我觉得被白棋这个连消啊走的，把那个吃的太大了。对啊，我觉得他目不太够了，主要是，嗯，关键在于目太不够。被他先说这挡挡，他这个连消后续手段跟得上，他走这个，嗯，走的挺好，挡住，对，断他先，他断一个，然后白棋把这个抓了。是这样吧，这个棋呢，这个不行，是吧？嗯，那他这儿先拐掉了。哦，拐了一下，这个先生交换了一下。这是 他在冲之前先拐了一下。对对对对对。嗯，这个棋太大了，这个棋太大，把这一提太大了。对，嗯，提掉这个对厚薄啊，然后对这一带的这个木全是有影响的。因为现在整盘棋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嗯，你还有哪里没有大？没有了，没有别的棋了。这棋就没啥意思了，你如果走这个被他砰砰两下打完之后，他往这儿一走也没啥目，对，全部出目了，这没有多少目啊，所以这棋当他一提啊，这个棋就没有全盘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棋了，那只是这种都是打劫棋了，就是这是最大的一步棋被白棋走上了，是，可能也要再大，也就是这一类的不无目了，没啥，他是走的这个，对他加了一个，他怕挡这个，他挡完了之后，人家扳还是。先手你得缩回去，哎，对对，那打不下去，对，打完接上你还是得缩回去，你就接不上的。对对，他怕挡这个啊，挡一个，所以呢，他去加一个。其实加这个大飞其实也是可以，大飞再连跳大飞也不小，嗯，他是加了一个。主要他挡的时候，黑棋如果说扳粘扳的时候，他可以先手抓掉，然后把这个挡住。这是有总算他直接挡就行。再加一个，他接上加一个，然后黑棋粘住。好，这个棋轮着白棋下官子啊。那就白棋先手收官，在这儿跳一跳，这是连笑，这方面他是厉害的，他就跳一跳，是吧？对，他比较拿手的。嗯，这个棋呢，现在形势呢，他就看得比较清楚。这肯定是白棋领先。对，他是先那个什么了，就先跳这个，因为这个棋啊，这个变得很大。是长完了之后，这儿还有几？哎，对，先手都是。如果你冲这个呢，被他这一顶，他一顶的又难受。他走完了之后，提掉人几还是先手？哎，对，这很讨厌。他还得粘回去，这一会儿还得提掉。所以这几招全都是木。那黑棋没走到什么啊？是。他走这个提掉。嗯。这个白棋呢，再挤一个先手。对，我觉得白棋收的还是挺好。这个不走，这个是这个一点是死棋。这要命啊！这个是死棋，立刻就死了。怎么死吧？你如果再走这个，走这个一扳，挡住，挡住，我这一往上一冲，一冲死了。对，这一挖死了，死得很干净，是吧？嗯。哎，这一粘，这一夹，一冲又把吃死掉。嗯。所以这个棋必须要补，走这个弯回来，弯回来。嗯。然后，这个好棋靠下来，嗯，单靠好手，单靠手。所以我觉得白棋收的是顺风满帆啊，对，简直是所有想走的都走到。这个你得把这个走了，嗯，你不能让我这个冲这个，嗯，所以你要走这个，我一打吃，接上，对吧？对，然后再一立，嗯，这个棋呢，白棋的官子啊。这个收的太愉快了，不，这下的基本上就都是小官子了。看连笑后半盘也很强啊。连笑啊，连笑，尤其是他的判断呢，到最后判断基本上都没什么失误，因为他这个水平到这儿了。哦，这个名人战的
二连冠了，这应该是都觉得没问题了。而且他这个九段还是他自己升上去的，他不是拿了世界冠军直升的。直升的，他到现在为止还没拿。现在是他就是直就差一个世界冠军啊。那么他就是说联校的这个就靠他的那个等级分制度，的对，因为他的胜率比较高嘛，所以我们现在有等级分升段制啊。肯定是因为保持了非常高的胜率，而且是跟他同等水平的差不多。对，而且他现在目前等级分排名第四，虽然说小米是排名第二，就米玉婷啊，他排名第二，但是我们今天从棋的内容来看，白棋发挥得非常出色。对，不管是从力量还是整体的控制，还有大局的判断上，白棋都下得非常好。这个当然是有失误，这个大师。对，我觉得我都表示怀疑，我还没问过他这个，但是这个棋我的判断是他是失误的，那是失误的。但是后面呢，黑棋这个地方的对杀，连校一到对杀的时候啊，特别强，特别强，他的对杀的是真的是在。他的一到后半盘呢，或者对杀的搅在一起，他的力量呢就显示出来了。现在这个立一个，这现在收官了啊，他挡一个，这个不然有断嘛。然后呢，白棋是跳了一个，补在这里，他把这个挤掉了。黑棋把这个挤掉，而且这儿还得连呢，他不连的话，白棋这一尖这个子又全掉了，全是木啊，这。对。这到处都是黑棋欠着木的地方。刚才我们看这地方黑棋厚的，把这个先刺掉吧。是啊，本来是觉得黑棋厚的，结果现在如果不走，白棋会有一个尖断，尖断是吧？所以呢，他为了这样，他我贴一个，你尖我能冲，对，这样也是一个补这个的手段。白棋挤了一个吧。白棋啊，白棋现在走别的，现在在那面。他先挡了一下。先挡一下，挡那个了。对，挡这个，因为对，挡一个也很大呀。对，就算大费也很大，是吧？对，挡了，白棋搬，这是搬粘，走了一个，手段官子。对，关于官子呢，其实是，这计算还是，非常复杂的。是，现在走成这样之后，现在官子就开始往什么地方的就收数的问题，他就刚才这个几个呢？就是说，你如果走这个。对，现在是白棋，现在该黑棋了，对，黑棋，黑棋，黑棋是拐这个棋，对，他拐打，拐打这个，这拐打本来白棋挡的话，他搬粘先手，这个很大，是啊，很大，这一二三四五六七目了。实际上，要是从就算占这目的角度，我甚至觉得那个挡啊，还不如这个挡大。就看这个可能是逆收，但是我还都觉得这个可能还大一点。可能他觉得形势啊，那个更稳当。可能觉得别人家待会儿跟他拼命那个劫。对，这个是有问题，是有可能。拼劫的事儿是有可能。所以呢，他就把但那个挡稳当一点。他肯定觉得形势不错了，判断赢了就的确找一个最安全的下法。中间我觉得这个地方他也白棋也是比较便宜的。关后面这个下的平，这个打很大。然后呢，他搬。他挤了一个中间，挤一个，对，挤这个，然后这个挤是先手，是吧？所以他团掉，团掉，他不舍得让人家挤。但是这个团呢，他不理了，这个被他先手接回去了。对，这个白棋不亏啊，你走这个我就，这个没关系，但是铁活了这个。两个眼多了，对，所以这不是明显就觉得这白棋的官子好像收得很赚。对呀、走了这个，然后小尖一个，那么这个他要冲是吧？对，然后他是不搬过来，他单搬是吗？搬过来，搬过来是吧？搬过来，黑棋团，对，团这个是，啊长，不先，他先挡了一下，对，他先挡了这个，然后黑棋长，对，然后他再冲上来这个。因为现在这个袜段呢，它可以打吃完了之后再打这个。对，现在目前可以它脱先。它可以转换，所以不需要非得补一个。那它可以提先手。它提劫了。它提劫了。提劫，好打劫。白棋这个顺手劫残。那我就退一个。对，然后再提回来。那我再。黑棋找劫提掉。提掉是个劫。这是个劫残。这个是吧？是。然后白棋挤了一个。挤，那么他走这个了。他是弯在这儿。脚吃，粘上。其实一样，你粘那个那白人先手也是一样的。如果走这个的话，挤这个，
现在呢，黑棋其实它就没有合适的，你挖吃这个，它有吃这个，所以挖吃不便宜。它现在急打了一个，急打的，再提先手，再提，然后再提掉。这时候该白棋找劫，白棋提了一下，接上，上再提，提掉，他就挡了，黑棋挡一个啊，那个很大，他把这个粘上，那就算了，粘住，他是，他粘住，然后黑棋粘粘，搬粘。搬粘先手，搬粘这个，这个棋先团了一下，团了一个，他省得他挤他的一会儿。这个先，这总是要这么定型的，这个大，这八目了，那是才粘上这个脚上吃掉是一二三四五六目强一点，六目接近六目强一点，接在这儿六四，对，然后现在黑棋没有什么关子了，这个最大了，这个如果不走的话，白棋可以拖一个。哦，对，白棋拖在这儿收它。是是是是。如果你断，我爬回来，你虽然扑到一下，但是这个这上面就差两目了，对，得收两目。所以要先断。它单断。单断，以后它白棋立一个，这个棋呢爬的这个眼杀，这个都是目了。对。这儿它可以把目都收住了。对。现在这里有三目棋。对。但是即使这样，也是贴不出目。这个和胜负没有关系了。肯定是不够。没有关系了。白棋立啊，这个棋就不够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是盘面应该说谁输谁赢的问题了，应该是白棋也不差。这个棋的从观全局啊，应该说是白棋把那个吃掉啊，这个棋就不行了。没错，那个棋太大了，那个只要吃掉后面官子，其实白棋也有所退让的地方也有，但是呢，总之呢已经不行了。这连笑最后赢了米玉婷啊，他下的的确比较出色。对，这棋呢是这样，就是一开始的这个转换呢，有些看起来有些眼花缭乱，但是也很难讲究谁一定占优了，就白棋把这个吃了之后。那刘老师的意见呢，就觉得这个飞不太好，对，应该把这个拆出来，飞那这个是最宽广的地方，这棋子要下在宽广的地方，这是古来就有的道理，应该说。那么最后这盘棋呢，就是连笑是赢了米玉婷，进入了决赛。恭喜他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呢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看，再见。再见。